好，我们现在请两位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间，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间。好，今天是金钟的大日子，一年一度的大日子。应该怎么讲？我想说，好像要跟柯文哲来合作，那就是接下来之后就不会更增进了。学校，小心哦！学校，来个体感，这是第一次。那小心，我们讲一下入围心情，可以吗？惊讶，很惊讶，很惊讶。对，就有看到像学长他们也是，就是当天才知道，就我们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。就是哇，没有想到，对，那天醒来就是手机响不停，怎么回事这样？居然是这个事情。他有听闻到他里面是，嗯？就是他有听闻到里面是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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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我想大家应该。我们应该也都蛮清楚的、啊、就是戏归戏嘛、嗯、对，所以其实我没有接受到任何压力，就是这边可能需要帮他打招呼啊什么，其实没有。当时对他感觉怎么样？一个书卷气蛮强的一个前辈，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在聊的时候是疫情期间，我们透过视讯聊，那时候的感觉确实就还蛮像，就是在跟一个知识渊博的一个学者聊天的感觉。那因为故事里面，就是林月珍这个角色，他的背景确实有一些些学术方面的一些设定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还蛮进入状况，就往这个方向继续聊下去。那